跟策划讲一下，加强一下劲，胜率倒数第二了。但是你看看高分段劲还是很强，好吧？那个英雄已经分层了，那个英雄已经跟露娜归在一起了，已经不存在于加强不加强了。就是玩的会的人，他永远是顶在上面的；玩的不会的，他就下面去了。他跟露娜一个调性，好吧？应该劲就不会再动他了。蓝是因为练习成本太低了。是吧？静跟露娜都有很高的练习成本，他一般不会再动了，好吧？司马懿不砍，司马懿其实还好，他前面有的时候杀的挺爽的，杀着杀着稍微给两波机会，然后对面五个魔女一坐，司马懿真的很难操作，你信我。你经常你司马懿杀个10到20个十个人头，然后你队友也飘一波，对面魔女一坐，司马懿全直接憨了。你就算司马懿是大神装啊，就什么帽子、法穿这样那的都做了，他其实还是很难打。你自己常玩司马懿的就知道了。不是，我不是标了我游走位吗？我看他木去了。我不是给了个游走位吗？我不是点了游走位吗？他为什么还服了呀？我打野就我打野嘛。那你想让我怎样的？我还发个语音，我说哥哥，我游走，我还要再说一声吗？不至于吧，兄弟们。我一进来我就选了个兰陵王，然后点了一首游走啊。一般进都是红开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反蓝了。然后一技能二技能印记逐个触发会比较好。这人好像有机会杀他，你能操作一下吗？给个二技能什么的。哇，早说你这个二技能给得到，我就不墨迹了。你真的是王者走位啊，他拿个草诱惑我，完了，这个野怪比这个野怪玩的挺好的。为什么我会有他的视野？为什么进在打那个怪的时候我看得到他？就王者有的时候有些奇奇怪怪的视野，他看得到，就觉得很奇怪。你直接拿伤害灌他了。这吕布估计有点小烦吧。嗯，继续反蓝，我们打半片野区，对不对？这波把这个打了后，我们直接去那个帮上路了，感觉上路有点吃不消了。他真是抱紧了防御塔呀，我笑死了，应该死了吧，这张飞也死了，辛苦了，这黄忠他抱的好紧了，这果然是黄忠的生存法则，抱紧防御塔，正所谓塔下怂出一片天，
好兄弟是玩明白了。啊，没标到吗？这人怎么直接死了呀？被抢打野，他冤枉我了呀，兄弟们。哎，我这没走出去啊！可恶，给了个惩戒，减速还是不够。这个塔只差两下。这一波我们可能是想一下啊，最好应该是直接去下他，把他二技能下出来，先惩戒吧，先好一技能我已经丢了，那他就死了呀。大哥大哥大哥，哎呀跑车，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把他二技能下出来，然后再交技能就好了。看到我，那我就不能打这个野怪了，还在找我的位置，找了半天我的队友全来了，他傻了。你会过来吗？你会来吗？我这就好，没事兄弟们，我们大招好得快，挨个触发二技能的印记回血就效率高一些。还搞个反伤甲吧，稳一点。你不丢二技能吗？你丢二技能？丢二技能加了个闪。他想一想啊，我想把这条龙拿了。蓝灵王在这个版本并不吃香啊，这是个野核的版本，兄弟们，懂吧？因为蓝灵王到后期还是有点疲软，看他们应该都去下路了，我们这边直接开暴君了，是吧？要么守塔，要么说去下路了，都因为两个塔都在挨打，所以说他们会下意识的往那个塔那边靠，三个人在往那边靠，给他一套，他应该叼大招走了吧？不交吗？不交算了。中路这个应该也可以杀。直接哎，没把他灌死。好，减速，接晕 A， 他沉默一剑爆炸死 A， 呵，精彩收割，简直是教科书。召唤十八，说的是我哎。兄弟们，不是我在吹，系统给我吹起来了啊！哎，你怎么？哎，我眼睛花了吗？我刚才看到头顶上有个印记的呀。打不动他呀，好肉啊他！我觉得这个大招有就用，想刷线刷快点就用，是吧？有些同学别不舍得，什么曹操啊、猴子啊、韩信呢、啊，大招好多都感觉都挺快的，用就完事了，好吧？刷钱的效率不就这些东西攒出来的吗？是吧？有蓝 buff， 12秒一个，刷两波野怪去线上，大招好了。
不然你就 A 半天。我来找你了。再见。哎，你。你是会玩的呀。你在手，你在手。直接推塔，就不跟他们浪。再推上路塔了，是吧？他们守哪里，我推哪里呗。快炸呀！哎呀，反甲了，打我还是痛。我非要吃那个兵，我往回跑就活下来了，吃个兵把自己吃死了。二技能这么厉害吗？二技能就标记嘛，是吧？这个标记其实很能回血的，就看你怎么用了。用得好的话，一波兵线回3次血，续航能力就很强，它就不需要做吸血这样那，是不是？就比如说这个兵是吧？我标两个，我 A 一下，在 A 后面一下，我就回2次血嘛，对吧？你能拉扯开来的话。这回血能力就很猛，一波残血直接野区逛一圈就满血了。召唤师八，精彩收割，简直教科书啊！我什么时候收割的？你丢不丢大？追你一路哦。好，大的好，下一波呢？来人了，赶紧跑！嘿嘿嘿。我在蹲，我还差一下下。哎，是我，哎，我一大二一技能打一下，麻了吧，老弟？我这是这个召唤师八，我什么时候收割的呀？这系统怎么嘎嘎夸呀？哦，是我在夸别人。牛啊！哦，是花木兰把别人宰了，我会自动说话是吧？没想到吧，我的宝！召唤师六，精彩收割，简直是教科书啊！我懂了，皮肤联动。哦，不是，英雄联动。没想到吧，我的宝！回头手里剑，一手精彩二技能，哎，一手一技能，哎，一手惩戒，哎，一手二技能，哎，一手一技能，哎，我一个大，一手二一技能，拜拜。二连击破教科书操作。没必要，没必要。我一个要喝，还是反应的过来的。你过来，一手血眼晕 A 一下，牛啊！啊，这个镜，讲道理玩的好的还是有点伤害的呀。他8000的经济，他一技能加个大招，二技能 A 一下人死了，你怎么说呢，兄弟们？兄弟们，打龙后期我很垃圾，后期我的作用会变小的。你看反甲反多少？估计反挺多的吧？
我这个小脆皮应该一套技能打到那个反甲身上，三分之一的血应该是要反掉。打桃龙。怎么说呢？我来了，他们家不要了，就绕后包一下都得死。哎嘿，没，嗯。真烦，他守不住的呀。先大再二一，你怕顶一下，你真是我的好宝啊你。他不顶的话，我二一技能肯定打到他了。是吧，我们不能拘泥一种连招方式，你不要总是只会什么二技能大招一技能，是吧，大招起手二一，或者是二一起手大招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多多转发，拜拜。